己跟爸爸出去买衣服的时候，你会自己挑吗？会啊。那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衣服呢？活泼的衣服。活泼的衣服，像你今天身上这套好多小花，是很活泼，你是不是很喜欢？对啊。那这套是你自己挑的吗？是啊。是哦。我很喜欢穿花花活动的衣服。比如说你喜欢哪一件？我也喜欢上面那一件，而且它还有这个像荧光的东西。那像短裤你喜欢呢？喜欢，这个也是自己喜欢的，不用在那里要那一个，然后我们就不喜欢那一种，对，可以自己选。